Secret DIY 的作品，手才是工具。软陶土，揉土，用手揉土比较慢，但是还是有好处。用机器揉土比较快。压扁，用手压扁会有很多的指纹，看起来很不好看。如果没有机器的话呢，可以用擀面棍。混色，用手混色虽然慢，可是结果很好。用机器没办法混颜色。搓成条状，用手搓成条状或球才好看。手不是刀子啦，赞赞赞。你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收看。